你话阿妮会唔会放弃家庭同你一齐啊？嗱，会。头先食饭嘅时候咧，我哋又讲起话阿妮会放弃家庭同你一齐，你郑爸唔系咁高兴咯。我就唔系咁谂啦。你话我性格分裂都好啦，作为人哋嘅老婆，我知憎就系第三者。作为一个阿妈，我个女系第三者。So what？ 如果真系有报应嘅，就等郑妈帮你受晒佢。我净系要你开心嘅啫，我讲咗噶，我一定盲撑你噶。不过咧，有啲嘢我真系想提下你咯。如果呢个男人佢真系拣咗你，你谂下，今日佢可以咁样对佢老婆，第日可能佢一样咁样对你，咁样嘅男人值唔值得你爱咧？我想食饭。 啊啊，好啊，食饭啦，慢慢食啊吓。呢个Nick真系叻。点啊？系咪好多负面新闻啊？唱到我哋好衰啊！呢个Nick真系巴闭嘅，搭记者咧，好似特首宣布唔再参选连任一样。 话以家庭为理由提早终止合约，咁都冇乜嘢啫。好难啊！财经版个女名嘴啊，红姐啊，喺个专栏度爆料啊！你睇下 ，CEO 偷嗒太子女淫乱中环，败坏许王，奶茶王引狼入室，送都去入狼口，户户爱在。财神早流流讲呢啲，你快啲去洗耳兼洗眼啊！唔睇唔听，可以当冇事发生咩？是福不是祸。 是祸躲不过，躲也躲不了。唔系啦，一阵个星讨大会啊，剩许嗰班人实扯到行，你醒目啲啊，睇下点样躲闪避啦。一日最衰嗰只贱狼添。咪喺又要玩又玩得唔够精，唔识得收放自如，将自己嘅情欲凌驾喺工作之上，连到 CEO， 我呸，都唔知会唔会食过翻寻味添啊。唔得，为咗守护住中环嘅丽人。 我唔可以俾呢个披住羊皮嘅狼喺中环有立足之地。一於咁話，各位，阿力辭職嘅消息出咗，公司嘅股價跌咗唔少。當務之急，我認為要盡快揾個一位新嘅 CEO。 一個壞消息，將三個好消息冚咗佢，轉移視線，慢慢洗底，等啲人對許王有翻信心。 我哋 run 紧嘅教育基金咧，可以发展成集团慈善基金，咁帮助层面更广，咁啊受惠嘅人就会更多。公司嘅形象亦都会更加好，我赞成啊。虽然话就预咗啲应变方法，但系公司损失咁大，我哋一头烟度铲紧屎。 就咁放个like，便宜咗佢啦。许二少，你又想近我咩啊？我想俾个 like 你啊，咪一嚟就起晒狂先得噶。既然大家都头烟啦，仲想搞嘢，何必呢？系有必要个必呢只贱狼啊，一定要俾啲教训佢啊。阿华姐，阿火姐，如果我系你，就出江湖追杀令啦。Alice。 強烈譴責都應該得啩！一於去信商界總會，要求褫奪佢個年度 CEO 名額啊！ 唔關阿力事，意外係我賤格，係我主動勾引阿力。意外。 佢同我提出过分手，但我唔肯。 我系咁写前难打，维嘉同家姐翻屋企，佢唔够精神啊，乱咁讲嘢啊！你哋信我啦，唔好再讲啦，意外，真系唔关阿Nick事啊，舅父都知噶。阿舅，佢知我唔肯放手，明知阿Nick有老婆有女，我都扯住佢唔放，所以你哋唔应该将个责任推卸喺阿Nick嗰度，要追究就追究我。 成件事我自己一力承担。其實欲言又止，回复淡然日子。
想开口讲暗示，当真的对着时，你为何从未讲我知？逃避欲言又止，旁白突然静止，放手比爱你轻易。太多伤心的故事，想开口已太迟，可知我为谁长留位置，只是尽头。阿九，是我是比大家早少少知道意外和阿叻件事。喂，阿静啊，过嚟啦，唔好冷静啲啊！哎呀，搞出人命噶，做咩啫？你呢个时候仲锡住你个细佬？我担心你咋？你血压高咗好多啊！你冷静啲啦！我点冷静啊？你自己平时一塌糊涂，在外面啲私生活点样闹教，是你的事，我不理啊。但是你是以我的舅父嚟噶嘛，你是佢长辈嘛。你见到佢做咗唔应该的事，你应该劝佢，大大声同佢讲 no。你估我唔想咩？我可以点？有一朝早意外神揿咗嚟揿我门钟，喝我，叫我唔好理佢啊。嗰日个样咧，就同今日拱门入嚟讲嘢个样一模一样，系我从来都未见过嘅意外。佢爱嗰个人爱到傻咗啦。我惊我再多事，佢真系做傻事啊！系噶，佢爱佢爱到发晒狂，爱佢管不了事，真系唔好乱嚟啊！触动到佢边条神经，会好大镬噶。系噶，意外平时咧中意收埋收埋，睇落好似好静好静，表面上好似风平浪静嘅大海一样，其实暗藏汹涌噶，唔知几时会变成成个海啸一样，几百只巨龙冚埋来噶。让我收声啊！你哋一个二个都不负责任嘅长辈啊，大惊唔好教坏细噶。全家人都俾你闹晕啦，今日点咧？阿九佢知衰知错啦，佢同你讲下次佢知道应该点做啦。今日点咧？你系咪仲想有下次啊？我唔想有啊！我连呢次都唔想有啊！你谂下，你呢个长辈，你知道以我做咗唔应该做嘅事，你就要劝佢，劝唔掂你就闹佢，闹唔掂就打，打唔掂就锁住佢，锁都锁唔掂你应该跪。如果我寧願跪喺度，我趴喺度，我都攬住佢只腳，我唔俾佢出門口見嗰個賤狼。我咪走出嚟，舅父你都係扯啦，連你都覺得我好唔啱係嘛？我自細跟住你壞，正爸嘅講法就係我跟住你壞。但其實我冇覺得我學壞過，起碼我啲同學仔偷睇鹹書學習性知識嘅時候，我冇，亦都唔需要，因為我自細已經有個人生教練教我如何解構兩性關係。你係想話我咁叻解構兩性關係，點解唔出手幫意外啊嘛？咪就係咯，我真係唔明白。家姐佢唔使你理啫，但係你都唔可以唔理㗎。咁想我點啊？調轉啦，你知道件事先啦，你又會點？我揾你咯，你一定有辦法搞掂㗎嘛。係我女多啫，但你知㗎，我三不㗎嘛。不主動，不拒絕，不負責，佢哋呢只我真係冇經驗。但有一樣嘢我可以肯定，就算我第一時間話俾你聽，結果都係一模一樣。唉，唔錯，走啦。喂，我頭先叫你請我唔係嬲你啊，我知你成日俾人啄住，想你早啲翻屋企唞下啫。我梗係知啦，明噶啦。你而家睇緊嘅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埋下邊呢一個鐘仔訂閱啦！